我想試多啲唔同嘅角色，嗯、即係我想除咗做癲婆，咁我都希望可以做到唔同類型嘅角色，可能啲醫生又好啊，或者做機師、嗯啊、或者做啲唔同類型嘅人啦、人士啦，因為即係可能做得比較多嘅係啲秘書，即係做多數都係關於 office 嘅人，會想試一下啲唔同 occupation 特別啲 occupation 嘅人，係咯，做或者做小丑。我好希望大家肯接受我做一個正常嘅人，首先，因為我都發現咗，即係可能我做咗三次變態啲嘅角色，咁佢哋好深入民心，或者我。即係以殺人嚟講，我都做呢一類角色，即係近呢幾年密咗，或者做一啲weak 嗰啲即係社會一啲好係咪叫基層基層嘅人嗰啲需要大家可以可能去香港嘅 majority 都係呢類咯。係啦係啦係啦，或者有啲嗰啲叫。highly capable 嘅人係啦，即係我想做啲唔同嘅，即係for example 秀慧個角色好好玩喎、啊嗯，我即係你想試下做手語，即係你唔介意學一個係啦，我見到秀慧做嗰、那個我又好想做啦，即係我見到盲盒啊，我好想做盲嘅角色，我又覺得我又好想做啦，最好唔使反添，戴副眼鏡、或者 superhero 係啦，係啦，或者要你做啲動作嗰啲係啦，嗰啲我都想試，因為我記得我個人覺得吊威也挺有趣的。你會想繼續是安於現狀，即是現在這樣，還是你想再突破一點，你想去到哪裡？我想的，想經常都想有突破的，每一個角色我都希望可以有些突破，或者希望多些不同的機會你是有突破到自己。那會不會有個夢想，或者有個 target 是何時可以上到更高的層次？想的，我都希望可以有更多一個好好的角色俾我去做得更好，去發揮係做得更好，係啊，因為但係我都明白，即係都要即係適合自己，或者自己都要拿捏得好好。主要 for 我主要嘅原因，可能我自己覺得language 係一個問題，咁可能用另外一個 language 可能會發揮得更好。你可能開一套劇，俾你做正女主角，你而家自己心態或者你覺得自己而家 well prepared 未咧？你俾咗我俾聽。你俾咗我先啦。咁你覺得咩角色俾你？你覺得自己一定搞掂嘅？鬼妹仔啊！即係做翻自己。講英文啦！做翻自己。係全套劇講英文啦。戲裡面咁啊，阿 Sam 其實就有好多嘢隱瞞住你， yeah. 就包括咗佢過去咁樣。咁、yeah. 啊，現實生活裡面你會唔會勾容到你另一半？可能對你有啲嘢隱瞞。Whatever 嗰樣嘢係嗱，如果嚴重咁樣嗱好。得意，因為我其中以前有個大學的同學咧，佢曾經話佢同個男朋友一齊 ，and then 佢特登飛咗過去揾呢個男朋友啦 ，and then 個男朋友原來結咗婚，即係呢啲我完全接受唔到咯。即係如果有個男仔係隱瞞咗呢一類型嘅嘢，我諗我接受。唔係，咁以前每個人都有過去嘅，每個人都拍過拖嘅 ，but in between 我哋個 relationship 就要睇下點解咯。係咯，即係大家睇下 why 咯。咁有冇啲例如佢可能隱瞞住你頭先就係所講話，可能佢同你嗰個女仔一齊啦，或者佢可能瞞住你做一啲你唔中意佢做嘅嘢嘅。有即係都有試過，即係佢可能同另外啲女仔有啲曖昧嘅關係，咁即係俾我知道咗咁樣，咁可能嗰陣時又會細個啲又唔識咁去樣去愛惜自己，即係有啲嘢係要知道自己某啲嘢係可以包容對方，有啲嘢其實要同自己要錫自己，而同自己講唔可以再俾其他人去傷害自己。